哎呀，快走！箱子又放，这是陆迪寄来的吧？不是，陆迪在重庆啊？没有啊。送快递的？你找谁啊？怎么不敲门啊？ 这么久了，不会还没走吧？再敲我报警了。彩霞，是我。嗯，是王姐。哎，来了，我去开门啊。来了。哎呀，王姐，彩霞。妈。妈。哎呦，这就是你家那个女婿啊？哎呦，可真是长得一表人才。这你看看，还带了这么多东西，快进去吧，孩子。谢谢阿姨啊。<笑> 哎，彩霞，这么好的女婿，哎，你藏得可够严实的啊！哎呦，我们跳舞的那帮人啊，成天在背后里嘀咕，说小黎嫁的不好，还有的说是二婚的，你真能撑得住劲儿啊！这小子是给我们的是吧？哎，好好，谢谢你啊，改天再聊，再见再见啊，谢谢谢谢啊，谢谢。 爸，妈，哦，这是我从重庆带来一些特产，给你们尝尝鲜。你去重庆干什么？哦，我们公司跟你们有点合作。哦，我们家不差你这口吃的，我看你带着它回去吧，啊？哎，我拿都拿来了，你们尝尝吧。 你们也去重庆了？哈，我的朋友遍天下，这是我重庆朋友给寄来的，对，根本没关系，赶紧走。走吧，走吧。那我就不打扰你们吃饭了。哎呀！哎呀！箱子又放这儿，这是陆迪寄来的吧？不是，陆迪在重庆啊？没有啊。 谢谢爸妈。哦，重庆火锅的味道还挺不错的。他谢谢我们是什么意思啊？没有穿帮吧？就你这几个破箱子，不叫你扔就不扔，就舍不得你。不是。 我不是在弄菜吗？你有看电视的时间都扔八百回了。我看电视什么都我做的，你做什么呀？哎呀，行行行，反正一张嘴都是你有道理。行了行了行了，现在什么都不要说了。哎呦，他们这样折腾下去不是个事儿。要是他们两个能够和好，那样倒挺不错的啊。和好，让小黎再受他欺负，门儿都没有。